鲜又鲜，鲜花长在海市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关心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热爱歌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男高音万冰川，很荣幸参加我们音协的这一次阿诗玛组曲的这样一个盛大音乐会的演出，我呢很荣幸担任其中的这个男主角阿黑哥的演出。那么在此呢，我呼吁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中国音乐，支持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4月29号 Carry Hall， 我们等你来，不见不散。